发俾仔冇正选，扭晒计话唔 Nike 啊！唔知唔高兴系咪会传染嘅咧？嗬，话唔关钱事嘅皇马斯朗喺场上面扁晒嘴，翻翻去娘家巴塞隆纳嘅法比加斯又话唔开心，原因系喺球队嘅角色唔及以前啊，唔系巴塞嘅绝对主力。虽然佢可以踢前锋、进攻中场同做指挥官，但就要同美斯、恩尼斯达同沙维呢三位世界级人马争位。恩尼斯达仲要啱啱赢完欧洲最佳球员，你话点争啊？但系法比近几场西甲正选都冇料到，下下60分钟就被人换出啦。睇嚟法比扭计之前，检讨下自己表现先啦。